你说了什么？我就是觉得，就是我心里边比较在意的一个事情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释怀，不是释怀，就没有办法破它，就是从小就是易被孤立体质，就是在那个上学的时候，好像就是大家聊什么，我一凑过去就说，哎，没聊什么，没聊什么，就是全班一起都不跟你说话，这个过程其实还是，就当对于我当时来说是其实还是比较难过的。然后毕了业以后到团里也是，就一直是独来独往的，然后也都不去跟，就不敢去跟别人再去交往。在我拍戏之前，其实有参加一些那种选拔呀，或者这种的一个集体的那种训练营嘛。然后，在那种训练营里面，也是男男女女都有的。其实我觉得跟大家挺开心的，但是就是到最后，一个月结束要走的时候，就 PD 告诉我说："你知道大家都背后骂，说不出来，就你知道大家都在背后骂你。"我当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所以说，其实前两天，就这次来旅行之前，我很害怕，因为我很害怕到集体环境。怎么没有？哦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怕没有朋友啊？怎么会？我们就是，你可以把我们当朋友啊。对。因为优秀的人总是不我被也人是这理么解理解。啊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被每个人都理解，那得多普通啊！今天不是今天，就是这一次来，我就很害怕大家会不喜欢我，然后哦，怕什么？你看那些孤立你的人，我们都不认识，我们就认识你。你缺一个好班长，像陆哥这种班长。然后其实这两天我有感觉，好像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对啊。但是突然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就是会在想，哦，会不会其实这都是假象？会不会其实你哎呦们都天很不喜欢我？哪，你太没有安全感了啦！就是你看看我们是多大的人了，年龄摆在这儿我们都已经中年人了，还装什么呀？非要我抖出自己的年纪来吗？苗苗，我跟你讲，你什么都好，你不用那个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你什么都好，你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你跟我有类似的那个经历，但我就跟你说，我小时候也是学跳舞的，然后我在舞蹈学院的6年，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挺好的。后来有一天，我们全班同学派了一个代表站在我面前，在我宿舍里，就这么指着我说："你知道吗？我们全班都不喜欢你。"就这么跟我讲。我听完以后，我那一刻是有些难过的。后来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选择把这件事情，我选择性的删除掉了，我忘了这个事情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问题，就我要向着太阳，向着阳光，我要像向日葵那样生长、生长、生长。我不看那些东西，你一定要学会把曾经那些伤害过你的事情选择删除，要删除掉，不要让那些人的错和那些人带给你的伤来伤害自己。你要选择删除、删除、再删除，你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也是没有朋友的耶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我小学都干什么事情吗？我放学的时候都跑去那个墓地玩嘞。我都跑去墓地，然后看那个墓碑上面，然后看说哇，这个人生于几年，然后卒于几年，想说人生好短。然后同学也不喜欢我，可是重点是我的性格是，你们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在乎，我也不喜欢你们啊。但是就是，只要今天大家就都真的把我当朋友，没有不喜欢我就没有，我们超喜欢你的。哦，原来是幸福的眼泪呀！我们喜欢死你了，为啥？没有不喜欢你，找好。哎呦，哭了，哭了，爸爸，最好了，最棒了，在某一个人的嘴里面听到说，哦，原来我是不受欢迎的。
那种受伤的感觉是真的很伤心的。我不希望就是有人有那样的感觉，我希望就是我在这段旅途当中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感受到温暖。然后他说他没有朋友，我就希望可以变成他的朋友。他如果想到 我有什么朋友可以算到手里面的话，他哎，陈乔恩他可以算到一个。我像不像个傻子？你像小孩子，你不像傻，你像小孩子。乔恩，我觉得你特别善良，谢谢你，你已经给我两个拥抱了。所以当下我就想说，我希望在这个旅途当中可以给他感受到温暖，然后多多关心他，也多多关心每个姐姐啦。我希望我们这四个妻子就是都可以变成朋友。我的爸爸，爸爸，真的爸爸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快点啊！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姑娘，她对每件事情她都会放在心上。但是她因为她很认真，然后她又很努力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，她又很在意身边的每一个朋友，所以这个心结就始终是没有打开，对她来讲。但我今天我觉得挺为她开心的，我觉得今天到今天为止，她应该真正放下这些事情了。没事没事，就是因为在上海，我们都可以都联系的。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有的时候我都在想，因为我们都在上海，那我该怎么跟你联系？我其实真的不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联系。没事，我们会联系你的。首先，我能共情到苗苗的难过，就是我与其劝他，不如跟他分享一下，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也发生过。我想告诉他说，其实他已经很美好了，所以其实他是有能力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的。男士就不报了吧，男士就不报了。我俩也不要过去报你，因为我们两个人观点是我们不要什么蓝颜知己，摇住，对，摇住。蓝颜知己，大家都喜欢我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我觉得我会牢牢的记在心里面，并且我也希望我可以用我的心去回馈给他们，非常的感谢他们今天这样，哎，不能说，一会儿又哭了。其实真的挺感动的。